欢迎来到 CT News 气象时间，我是气象主播婷婷。周末冷气团强度有机会稍微减弱，温度也会逐渐回升，但还是属于比较冷的天气形态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为多云时晴，温度是14到21度，而中部地区为晴时多云，温度是14到21度，而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，温度是16到23度，东部地区为多云，温度是13到23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CT News 气象时间，最后把镜头还给主播韵轩。